是好啊，有文化学习笔记本儿，钢笔铅笔文具盒，姑娘喜欢小花布，小伙扎了线围脖，穿那个球鞋跑得快，打球赛跑不怕多，秋衣秋裤怕冷而落魄，又可身材又暖和，小孩用的呀是带衣服儿啊，老痒痒的老头乐，老大娘见着我呀也仍满意呀，我给他带来还买玉林带嘴儿啊，姑姑的干杯，还有那中华娘一年带过来呀，老大娘一听抿嘴乐也，心事过来你心肠热，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，孩子做点正线活，这孩子一多没管住，把我的镜腿给掰折，我能描龙能绣凤，离开了花镜就没辙，常把鞋底儿当鞋底儿，常把鸭子当成鹅，哦，老大娘不用再说，我明白了啊，您是上年纪眼神弱，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。